好恶心哦，它在动。呀，节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万奖的万，万奖的奖，我是万奖。那今天呢，要玩的游戏呢是这一款关于猫猫的游戏，它叫做 Cat Mystery， 它的中文翻译是猫咪博物馆。对。那这款游戏呢，就是关于一个少年跟猫咪的冒险故事。虽然其实我有一点也不太知道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剧情，但是这样才好玩嘛。嗯，那就是虽然其实 iOne 是个非常大的仓鼠控，可是就想说这款游戏的它的画风我还蛮喜欢的。然后这款游戏可能是可以让初学者比较好入手的一款游戏。对，那我们就来开始吧。他的猫咪可以选孤独的我，不要孤独的我是什么意思？就一个人去冒险，那这样子猫博物馆不是就不成立了吗？天哪，什么意思啊？我的话，他的衣服也会换呢。那我想想哦，大家喜欢什么样的猫猫？我选三色，不是三花，三花棉质不是。与三花猫猫相伴，那我选它好了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要进入我们的游戏了。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少年，然后他在这是海边吗？捡到一个箱子，然后这个箱子里面呢，究竟有什么？啊？哦，是什么啊？蜂蜜？哦，不是蜜蜂，蜜蜂跟蜂蜜居然会搞错。什么意思？哇！各位，这是大家最喜欢在去寿司店最喜欢吃的海胆，没错，这是海胆哦，各位不要怕。越点越大哎！这个声音不太妙，很像那个，大家有没有炒过面？就是那种炒面的声音，超像的啦，真的超级像的。虽然这里面是海胆咯，好，天哪，里面是海胆，那海胆到底是有代表什么东西啊？这画面让我觉得很像那个福岛太郎，就是他不是被烟雾吹过之后，然后就变成一个老 Coco 吗？还蛮像的，该不会这故事也是这样吧？什么东西？什么Cat Moo， 好，猫博物馆，不要再念了。这里是哪里？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刚才明明还躲在那个衣柜里，原来刚刚那是衣柜哦。衣柜，看衣柜，木板布片裂痕，好像被遗弃很久了。有一股潮湿霉味，里头像是深不见底。但感觉躲猫猫藏在这不会被找到。前进，箱子上有些羽毛，沾满了血迹。是谁丢弃在这的？大家看，我这个猫猫超可爱的，哇，它一直趴在我的那个书包上。走吧，前进，一定会有你什么想要的答案。走吧，少年。后面那是，那好像那个宫崎骏那个猫咪公车，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表层的皮革发霉了，碎碎的，绑着轻飘飘的气球。好，走吧。它后面。刚刚出现那只，Hello， 他的声音大概是这样，这位客人，你身上好多东西呢，
事物藏在记忆里了，真是可惜。点点点，记忆像是烙印，我能帮你找回来。但你必须用三样东西做交换。三样，魔法可不便宜。这是他要给我魔法的意思吗？好，好，现在是那个解谜大题吗？是要放哪才好？嗯，要放哪才好？哦，我刚刚怎么做的啊？我知道，他就是把同样的那个图案放在他的那个图案上。我在讲什么？这是大皮怪吗？大皮怪、欸。背好痒，好痒。跟他说话，背好痒，好痒啊！你只会讲这个吗？嗯嗯，哦哦，好酷哦！可以把一根缝针，一根缝针、哦。我要帮他抓吗？好吧，就让阿万来服侍你吧。来吧，究竟你的背后藏了什么？确定。天哪，这个背我真的连碰都不敢碰。Oh my god， 这个声音很……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好了，谢谢灰姑，欢迎再来。你看，都是因为抓你的背啦，变成这样。那些艳丽的花朵长得真营养，我用这跟你交换吧，谢谢。哦，脚好长哦。每只逗猫棒都有特别的主人哦。它飞走了，哦，它在这里啊啊，它离开了。哦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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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猫咪公车来了。它的声音，你闻起来没有臭掉嘛？看来不是我们的乘客呢，嘿嘿，不要轻易回头哦。不要突然讲这么可怕的话。那些令人恐惧的东西也许躲在你身后呢，嘿嘿。谢谢你的忠告。啊，他没有要载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我还是要自己走。那诡异的生物到底是什么？他的呼气令人作呕，像是腐烂的水果。这前面到底还有什么？哦，这是旋转木马吗？上面的铁锈就像快剥落的结痂。世纪大管长。长胀长，史无前例，超级蛋，什么意思啊？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抓痕，应该是猫咪抓的吧？不然这边还有什么动物？仓鼠。哦，看来可以进去，进去吧。好，各位，我们进来了。安静哦，一直都还蛮安静。很古老的建筑，这里好像没有受到破坏。破坏有点阴森，所以这边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什么大海啸啊、大地震啊什么之类的？打不开。哦，这只猫，它双下巴好多，一二三四，它太胖了。猫咪石像。看起来脾气不太好。现在是要这样吗？哦，猜对了，也许是这样。叮铃铃铃铃铃！啊，好可爱哦！他在干嘛？他在为我们挖。喵。是一只会发光的猫，要来又是解谜大会。
嘿，嘿，嘿 ，nice， 圈圈，圈圈，三角形，开启，有了，有反应了，有反应了，这猫长得好可爱哦，猫咪帮我们打开大门了，有了，打开了，打开了，打开了。这门感觉好重哦！ Oh, 太好了，我们可以进去下一个地方了。哦、oh, ，可爱哦！啊，他没有，哎、欸，他没有跟着我们吗？哦、oh, ，啊，跟着我们了，太好了！我们来到另外一个地方，这是，这是脚吗？他好像我阿嬷的脚，都。皱皱烂烂的，而且还擦红色指甲油。走吧，不走了。点点点，扫到它就太暗了。点点点，是因为忘记拿逗猫棒吗？喂，你刚刚应该就要记得拿。哦，哦哟，好可爱哦，好想摸它肚肚哦。猫咪是不是听说比较喜欢摸，就是被摸别人摸肚肚啊？就好像会很舒服的样子。我对猫是不了解了，我只知道就是仓鼠，就是有些他们那些怪癖，就是他们喜欢随随便便摸的地方就觉得很舒服，每只都不一样。像我现在这只芝麻，它喜欢被摸侧腰的部分。好，题外话，继续吧。这是肺，深呼吸，你可以的。大家都可以先吸气还是先吐气？好多手、哦、耳朵喵哦，啥啊啊，我知道了，它是那个刚刚那些手不是上面有钻石吗？然后哎、欸、我捡到什么谢谢哦，这个绿色一，紫色五，绿一紫五，绿一紫五，大家帮我记着，绿一紫五，蓝三，红四，等一下，绿一紫五，然后嘞，蓝三吗？蓝三，红四吗？红四，红四，然后嘞，这个黄色是哪一个？黄色我是不是还没看到？二，黄是二。黄是二，黄是二，二 ，OK， 打开了，里面有装置。这个是什么？放了很久的信件，字迹都模糊掉了，看不了。好吧，要把那个种子种到这，然后用这个浇吧。哼，老聪明。浇水水，长大大，长大大，哦，玫瑰耶，盛开的玫瑰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哦，这心脏哎，不断跳动，没有停止的迹象，这是高跟鞋吗？好酷哦，直接长在脚跟上，哎呦，就。天哪，这个头也太大了吧！嘻嘻嘻，嘻嘻嘻，你只会讲这句话吗？他的头发很像那个青酱意大利面，然后这个花是一根。啊，所以啊啊，对不起，我失礼了，这个是您的花。不要笑好不好？好可怕哦！什么东西？他要给我吃意大利面吗？哦，哇哦，这是他的门哦。不会吧，我不想进去。前面没有路了吗？没有了。好吧，我们只能走这了。感觉很走进去很不舒服。哦，有了有了。欸，这是所谓的蚕宝宝吗？居然只是虫子。大家有养过蚕宝宝吗？就是每次就是我国小的时候，大家都在养蚕宝宝，然
然后我就因为我没有养过，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大家都养过，对啊，我都没有这个童年回忆，我缺少这个童年回忆，这要干嘛？现在是理化课吗？理化课，好恶心哦，它在动，要节哀，所以蚕宝宝下场都是这样吗？所以大家都是养蚕宝宝为了这样子吗？得到了灯吗？这是灯哦。好像这边没事做。这个脸不要再让我看到了，拜托。可是现在前面也没路啦。我猜对了。各位要记住，以后如果世界人没有光芒，记得随手拿一只虫子，然后你去碾爆它，把它放油砖里面，就可以照亮你们光芒。你怎么又不跑啦？你刚不是会跑的吗？好多蜡烛哦！这少年好勇敢，就是一直前进。如果是我，早就停在一开始，这游戏就不会再开始。喂喂喂，过来呀、啊！这感觉好像是他同学们哦，这是他的哥们，然后这是他的哥们二号，然后这是他的暧昧对象，然后这个就是班上最聪明的那一个，你看他流着血，大家都流着血，为什么？蒙娜丽莎，好熟悉的面孔，又有点诡异又亲切。跑跑跑！好可爱哦，猫咪家人哦。哎呦，前面有不妙的东西。太慢了，太慢了！新来的管理员，你可真会迟到。我还带着发光的，还带着发光的怪兽，看你这样瘦巴巴，瘦巴巴，对不起哈，一脸苍白是能做什么？他好像边讲话从脖子那边漏气，人手不足啊，你赶紧下喽，不要跟管那一团，不要跟管那一团糟了呢，你在漏气。你怎么还在这？要被关呢？好了，好，去，我去。哦，好可爱哦，飞天猫猫，喵喵。啊，好可爱哦！这个也是名画不是吗？好恶心哦，它正长虫呢。苹果后的脸是谁？这是那个吗？梵谷那个向日葵，向日葵正在凋谢还是盛开还是凋落？闻不到什么花香。哦，这是电梯吗？这太……哦，您好，欢迎光临，请问你要去几楼了？我要去标本馆，谢谢。好的，那请上楼啊，请下楼。好多瓜牛。好，我们来到标本馆了。这是猫抓板吗？鹿尾 ，Hello。他干嘛躲在里面？他有问题吗？干嘛躲在里面？这是什么？单只眼的宝宝好像在哪里看过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有人说瞳孔会停留死前的景象。好沉重。有人念过。Hello， 露露，在玻璃管，我在玻璃罐里。停时间，救命啊！我中文时间停滞不前。这好酷哦，这好像万圣节的装饰。好多猫咪叫。等一下，前进一发，还以为会被发现。
那么巨大的怪兽怎么会出现在博物馆里？要是被追上了，想到背都发冷了。光阴被发冷了，被吓死了。好可怕，应该不再出来了吧？他不会从那边，不会再从另外方向再修过来哈？应该不会吧？泡到烂掉的肉，粗糙的缝线，仔细一看，眼睛里好像模糊的光影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算了，先去前进吧。打开，还真的会打开。然后，应该是等一下又有什么东西要解了吧？哦，哒，来了来了。哦，所以它是蓝色，然后它要指到这是什么地方？12点吗？啊不是，这个是12点，然后它要指到2点。了解，蓝色两点。然后它的红色是四点在哪里啊？一二三，嘿 ，nice， 刚刚这个嘞，绿色10点 ，go go go， 十点。快点，有了。把揪，好多把揪，想不起来。记忆藏在脑袋深处，所以该不会是就是这个少年他忘记了什么，然后他这个是他的回忆吗？不知道。哦，这个壁纸还不错看呢。什么东西？闪亮亮虫子，他的脸，好，算了，我不评价他的身体了。要看，好臭。我也不想看。怎么了吗 ？Oh my god！ 这什么东西啊？我知道了，各位，它是颜色的那个。完蛋，我记性超差。完蛋了，不要动。紫蓝，又错了。大家，我认真一下。12345678 ，nice， 90 ，yes。谢谢各位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应该是缝线的东西吧？啊，要帮它缝起来吗？快点缝起来，好恶心！哦，哇哦，新的身体，好美，谢谢。虽然我配不上，不要那么谦虚啦，请收下这梳子，它不起眼，但纯手工的美丽弧度是无敌的呼噜制造梳，呼噜制造梳，有猫咪能拒绝？应该吧。猫咪好像是，就是它很舒服的时候，它就会觉得，它就呼噜呼噜叫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有养猫的各位应该知道，我们养猫够美吗？还是不够呢？够了啦。好，一样的地方，有着长出石头，有长出水晶。我现在哦，猫，哦，这只猫挡住门口了，它不愿让路。所以是要用这个数字，对不对 ？Nice， 好可爱，这什么脸？这什么脸？摸，哎，等一下，摸，哎，加油，摸，啊，我超过了，哎，等一下有点难呢，等一下这有点难，摸，难的。难的，我的数字怎么跑到这里？摸，加油啊！哇！为什么？
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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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各位，尝试许久，终于成功了，好累哦！啊，他很开心。哦，我的老鼠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喵，老鼠，真是谢谢你，在这个爱鼠人士的面前看到这个画面，真的不太好。所以现在就是要继续前进吗？好，好像没有其他状况了，先回大厅吧。OK， 好，各位，我们来到大厅了，我们回来了。所以现在应该是要找刚刚那个漏气的那个人，他应该要跟我讲些什么。维莱拉斯，你是怎么玩起来像死老鼠？猫咪给我的。这里都快被猫咪们占据了，死！不过他们死，也没地方可以去了，死！但那些猫咪如果心情好的话，就是天使呢，死！我看你挺上手的，谢谢。好了，你的试用期通过了，死！恭喜恭喜，死！谢谢。嗯，博物馆现在人手不足嘛，死！突然有工作，他还在漏气，好像气球。你好像很疑惑，死！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？想不起来了，真奇怪，死！大家都是为了死某样东西过来的，死某样东西，名贵的画作或是稀有的古董，死也有要找回骨头的骨头，怎么重要的事情不记得了？我记得告示牌上写超级蛋，超级蛋，听起来就很逊。你去找。雕像馆，诗人，他应该知道怎么帮你。雕像馆 ，OK， 雕像馆。下一个目标是雕像馆，所以这个少年应该就是他不知道自己要干嘛，然后就来到了这里，然后无缘无故就被当上了管理员。